不过现在大家都在看的是这个英国皇室婚礼进入倒数最后六天了，全球赌盘现在也开张，夸张的是什么都赌，包括像是威廉，他到时候会在阳台上对凯特深情一吻，这个吻会亲嘴巴、脸颊还是手呢？我们带你看看。威廉凯特结婚大典，两人深情一吻会亲哪儿？ I believe the lips. Why? Because they're very young.老爸老妈当初阳台上深情一吻成为经典画面，结果这个亲嘴问题变成全球热门赌盘，到底威廉会亲凯特的嘴、脸颊还是手？想当然而赔率最低的目前就是亲嘴，亲脸颊为一赔四，最不可能发生的当然赔率最高，亲手的达一赔二十，还真的多亏了爱凑热闹的全球赌客，因为现在皇室婚礼赌盘真的啥都赌。Prince Philip to fall asleep at any point during the service. It's now 8-1.不止如此，还有凯特会不会签婚前协议书，帮哥哥拿婚戒的哈利王子会不会掉婚戒，甚至婚宴主菜有没有可能是麦当劳，都成热门赌盘。赌客风，全球记者也伤脑筋，因为婚礼当天采访正式场合到底该穿什么 hats。专家建议，有了女帽再加上缎面洋装 ，It's just perfect。再配上配件，模拟一下，想进皇室采访，至少得这身行头。皇室婚礼进入最后倒数一周，记者、赌客、时尚圈全忙成一团。中央新闻李慧报道。